我本来嘅身份系明朝一名锦衣卫。估唔到我何英昏睡咗四百年，九千岁系最疯嘅一手，佢陷害你，仲杀咗桃源村七十口无辜。我哋四兄弟翻嚟救翻班村民，只要改变历史，我哋就可以改变结局。如果皇上继续无知，我哋明朝十几年后就会灭亡。我哋嘅鸿图霸业就喺今晚。你居然勾结日本人！你嚟人生为我话富贵，呢啲都系 bullshit。而家两条路俾你行：一，你被猪狗咗；二，你交个拎格俾我。我话你知，我拣第三条路。如果天珠金典喺我哋面前，可以再次带我哋穿梭过去未来，我最想知道到底我由边度嚟，跟住会去边度，我究竟系属于边度？你唔同我合作，系改变唔到历史嘅。